你好，下午的2:05，今天2021年的2月4号，星期四啊，下个礼拜的今天就是除夕夜，我们环球邮报的读者们，还有539的会员们，大家午安哦哈。社长这边跟大家说声恭喜发财，一定要发财啊！大家发发发啊！各位，我每天一大早一定会听一首歌。那么我先解释这首为什么要听这首歌。每个人都有他的梦想，有人梦想做总统啊，有人梦想做科学家，什么人，每个人的梦都不一样。但是做舞女的也有个梦想啊，所以我每天都听这个舞女的梦啊。舞女每天在红灯绿灯中踏地那边啊，这边跳个舞陪客人跳 blues 啊，跳润吧也可以啊。各位，舞女的梦她也有梦啊，她想做了舞女后赚个钱，改善家庭生活，买大楼买车子，吃好的穿好的，这就是舞女的梦啊。对，每个人梦都是一样的，每个人想做个成龙快婿，但是当两个人结婚以后才知道，哇，糟糕，找错了人了，找到一个恶煞来了，赶也赶不走，拖也拖不离，就生活在万般的生活的困境之中。各位，我社长常常提醒各位，道不同志不谋合，尤其社长在选539会员特别仔细小心，我们要磁场要对，八字要合，言谈要投机。社长属鸡的，所以社长今年跟属牛的大吉大利，属牛的大吉大利啊，属龙的啊第二，属蛇第三，希望这三类的人跟社长联络优待你啊。我喜欢跟磁场相对人在一起啊，八字要合，言谈要投机。好，我们现在会员大家到目前为止啊，我们已经快过年了，也优待也优待了，现在就是2000块会费，1000块的那个吃红的钱，两组牌啊，1000块，押金是2000块钱啊，欢迎各位参加会员啊。我的电话0915008814，0915008814。社长现在正在做捷运，专门坐车啊，欢迎来电话啊。